没有那个海关他就只有问我说你来这里干嘛嘞？然后我就说我是来看那个 NAB 展，去 Las Vegas。然后他说要待几天，我说3个礼拜，就这样，什么都没说。然后，但就他走了。对就走了。然后他就是叫我用一下指纹嘛，指纹、拇指跟四只手。然后我们在那里用了半天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啊。然后他就教我怎么用四只手放在上面这样，然后再用指纹，然后用完就走了。对啊，是完全轻轻松松。因为他就前面就有指纹这样子，就叫你见指纹。这有什么好可怕？database 都纳进他们家的 database 里。